大家好，我是村さん。我现在在冲绳的那霸。今天要带你们去那霸市区的大型购物中心。要去的地方是三重那霸 Main Place。那跟我一起出发吧。箭头级的就是购物中心哦，这里就是三重那霸 Main Place， 看起来空间很大哦。江江，我们到了。那我们从一楼开始逛吧。可以逛的地方有两层楼。这里是电器用品店。村さん很喜欢逛电器用品店。左边是女性服饰店，这边是三重超市。我们进去看看吧。这是冲绳的苦瓜。这边有卖冲绳的棒球礼哦。当然还有很多冲绳限定的饼干。有各种牌子的牛奶，也一起看看其他店家吧。这是含有冷气的日本香火杂货店。
这里是300元商店。来这里的话，感觉时间都不够用。这就白看起来也很棒。这边是日式料理餐厅，一起去二楼看看吧。二楼有什么呢？这里有很多桌椅，惯例的话可以休息一下。里面是美食街，有很多寿司快餐店。人好多耶，左边是电影院，那我们去家里看一下吧。二楼这边有电子有辣肠，孩子们一定不想离开家里。也一起看看别的店。哦，还有木槿，将这边是ダイソー。还有玩具店，这间鞋店很受大家欢迎，好，我大致上带大家绕了一圈。你们喜欢三野那哈 main place 吗？有兴趣的话，欢迎来这里走走哦。
感谢大家今天也收看到这货，那我们下回影片见，我们再见呢。